今日2014年一個5月6日，4月初8嚇，農曆4月初8就佛誕。咁啊，而家嚟到呢個係東寶陀，東寶陀港寺。咁而家係舉行緊呢、這個玉佛嘅儀式啊，已經中咗經了。10:35，咁就啲玉佛嘅人咧都玉佛都已經係少咗已經入咗去呢度入邊繼續讀經。咁我排隊玉佛啦。Yeah.
呢度先咧，跟住就合下邊。我哋如果係用完佛咧，就一陣間就會去嗰個齋堂食齋嘅，呢個。咁啊，今日雖然係落落雨，有少少雨粉，但係都係幾多人。我依家肉排，開飯。天王啊！呢度系四大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即系香港嚟讲系最大嘅四大天王嘅雕塑系呢度，成层楼咁高嘅，九尺高。我喺度，一阵间咧。玉门佛拜完，拜完佛，玉门佛咧就喺度食斋菜。呢度上边就系刘公纪念馆，刘公纪念馆。
佢。林禮儀，點做好嗰個儀式啊？個差一分鐘就十一點鐘。我的意識已經進入尾聲了，我就是半分。哎，你忍住，咪俾佢。Thank you.
知道吧？哎呀，
进线，呢个进线，咁就个仪式系结束咗嘅，个仪式系结束咗，就可以进线啦。仪式嘅啫，就结咗啦。而家嘅时间系11:50，11:50结束个仪式，而家系12:00噶啦，就啲斋菜，斋菜啲人个个都埋位食斋。呢个就系个东宝堂嘅斋菜馆啦，菜根，宝堂菜根。好耐斋呢个斋菜馆都几廿年噶啦，几廿年噶啦斋菜馆。咁啊，今日嘅人數幾犀利，就坐滿，頭一輪都坐滿曬。佢哋呢個頭一輪啊，佢仲有啲羨慕。啲人開始陸續喺度。祈求佛光永远照着。